这里是深圳阳台山，这也是我第一次爬这个山，以前我都不知道它在这里是存在的。哇，好多蚊子嘛。
发一下就没力了。啊，进去还是好热。这个路怎么走哦？都没有路了，这里。
哇，根本就没有路了。啊，这里好滑吗？哎，这不知道到哪里来了。